林振盛第二春板豆遇好雨，宾客快逃。淅沥淅沥哗啦哗啦啦啦啦啦。Oh no， 老天爷你们帮帮忙，人家在板豆呢，这样外面的桌钱就白花了。导演林振盛呢，昨天和爱情长跑十年的女友韩淑桦再婚，在女方母校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馆板凳52座满到户外 CD 板凳哦，超酷的。导演还搭小黄，搭小黄哦，来到现场呢。你不能吗？台北油画没有拿。导演在意的油画就是这幅啦，是新娘重返海边婚纱照的油画版，相当具有意义。林振盛曾以电影《爱你爱我》获柏林影展最佳导演银熊奖，他和前妻编剧柯淑清离婚两年后，在最低潮时认识韩淑桦，而韩淑桦呢，在新北市自闭症潜能发展中心担任艺术启发老师。前年林振盛在世界第一胖首映庆功时，向女方下跪求婚，尽管没有鲜花戒指，女方还是哽咽答应。婚纱照呢，特地重回林振盛成长的台东马武窟溪、小马隧道口等景点拍摄。哦，导演的婚礼超浪漫的，上台亲吻新娘，交换戒指。爱惜郎新娘，就给他喝一点就好。谁知道天公不作美，吃到一半竟然下起暴雨，起码10桌的户外宾客狼狈躲雨。苹果娱乐新闻，哎呀，红包有收到就好。不是啦，导演要向淋雨的宾客慎重道歉哦。报道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0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，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